他跟小妹长得一模一样。 苏总，苏总，苏总，在这儿都能碰着你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我是宝峰集团的总裁林峰。素宝，这个不长眼的东西怎么在您车上？可别脏了您的车！哎，林姐，很好。哎，苏总，苏总，苏总，难道他妈妈苏锦玉就是苏家的小女儿？ 肋骨骨折，脏器出血，小妹，我一定会把她救活。出战衣，素宝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你活着才能救你妈妈，活着才能救你妈妈，救你妈妈。